永锦辉今日下昼有场足球联赛，系啊，五星岛对杰志嘅，咁双方都势均力敌啊，结果星岛只能够赢一球波嘅。呢场波双方埋门机会唔多嘅，已经打入银牌四强嘅星岛咧，喺上半场攻势咧就唔够杰志咁多嘅。杨希哲一斗埋去啊，五星岛后防咧真系冇得人压汗噶。杨希哲啊，再接再厉，不过咧只能够咧制造一个惊险机会噶。兩隊喺聯賽成績都唔理想，特別喺傑志啊，喺先前四場波只能夠攞到三分嘅。升到喺下半場搶翻啲攻勢啊，而且一擊即中，咁大腳斬近門前啊，朱月大一頂入網，唔勝到咧，打到完場之前二十分鐘先至打開紀錄嘅。咁跟住咧力爭再入多球，朱志剛一射五就俾龍門封到位嘅，結果升到只能夠1-0贏傑志嘅。